今日就同阿朱咧特登放假啦，咁啊趁呢个大家都复工复课嘅时候咧，就唔冇人嚟行千岛湖，所以今日就嚟咗呢个千岛湖，谂住行下山啦。但系咧头先好得意，我哋见到咧第一次见到有羊啊，行山通常你见到马骝啦，有狗啦，牛啊，牛啦，但系羊咧系即系第一次，第一次见咯，系佢哋真系好得意，跟咩咁嘅声咁样啦。咁平时我哋见嗰阵羊酥味咧，通常闻到羊酥味嘅时候，应该就是羊腩煲或者吃羊肉串的时候，但今天是活生生跟他们一起行的时候，我是有种罪疚感的。都是会吃的。行咗咁耐都终于到呢个千岛湖清景台，咁咧，咁我而家咧就要就上去呢个楼梯级。我哋头先发现咧个 Google Map 显示，其实头先我哋行到呢个位咧，系发现 Google Map 写住系好近呢个千岛湖清景台，但系咧行极都唔到，但系兜兜兜兜兜兜好多条圈，好似股票咁，永远都去唔到个目标价。但系后屘咧问路人咧，就发现原来真系呢个位。我哋而家上最后一段啦。我哋咧终于咧嚟到呢个千岛湖啦，噔噔，系劲靓，望落去咧系好多岛聚组成，系真系名不虚传，系啊，真系好靓。你见到后面咧都仲有好多人喺度影紧相啊，嗰啲咁嘅位，系啊，即系人生一样，即系你以为嗰个位好难行啊，兜下兜下，点解就到咗？好啦，我哋今日嘅行山咧就嚟到呢度啦，最到达目的地啦，耶、yeah! yeah! ！成功征服千岛湖，咁啊，下次睇下再行咩山，再同大家拍下 vlog 啦。再见。